恭喜！左一句恭喜，右一句恭喜。韩国瑜初选顺利通过，距离总统大位越来越近。C 罗凹套组农会从上到下乐坏了，叫小孩子不要去补习，在家整天啊，因为他们是20岁以上的，有家犬啊。韩粉拿出手机壳、明信片、周边小物，因为辛苦一周在家等电话，有了代价。相对于韩粉欢欣鼓舞，韩国瑜小舅子李明哲开心之余，还有担心。压力会影响心情嘛，那心情就影响健康，就帮他鼓励的我们都会尽量站在他的身边给予支持。李明哲说，初选民调后韩国瑜如何在高雄市政与大选之间取得平衡将成为首要难题，但娘家100%绝对是最佳后盾，要愿者服输，然后就像运动家的精神一样。云林人自然力挺云林女婿，最大靠山张立善跟暗指其他候选人愿赌要服输，立委沈智慧更点出初选民调后的当务之急，尽管韩国瑜民调大赢郭台铭，但初选后党内只能团结一致才能赢得胜选。韩市长能够快马加鞭的到每一个这个候选人那里来争取最大的支持跟团结，团结再团结。台中市长卢秀燕也以自身为例子，九合一大选前与江启臣互拼高下，结果出炉后无条件力挺到底。大家可以看看台中模式哈，选后一定要团结才能够争取胜选。韩国瑜与郭台铭选前竞争，选后就该团结，跟着游戏规则走，脱党参选只会加速分裂，枪口一律对外才能赢得胜利。这中部综合报道。